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林心如宣传新片，林心如自曝最幸福的时光是看着霍建华在旁酣睡。12月29日，林心如与李李仁一同宣传新电影《迷失安迪》，两人在片中饰演社会边缘人。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欣赏该片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多次接受媒体采访，谈及拍摄趣事以及与家人相处的幸福时光。林心如透露，她认为每天最幸福的一刻是丈夫霍建华跟女儿小海豚入睡之后，看着他们酣睡的模样，在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喝酒看剧，很自在，又觉得家人最身边很安心。以前单身的时候也能享受私人时光，但就缺少了这种温暖的感觉。被问为何不找丈夫霍建华来饰演跨性别者，反而要找别人的老公，心如笑言，其实是因为霍建华还不够沧桑，角色本身年纪偏大，霍建华长得太漂亮，而且只有41岁，很难演出那种憔悴感。最后他选择了相识多年的李李仁，他比霍建华年长5岁，相对而言更适合角色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